股市制作人，关心投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固定利用每天早上的11点到11点半收看股市制作人这个盘中的即时解盘节目哦，我是制作人阿豪。结果呢，我今天呢一进摄影棚哦，看到我们的导播哦，导播他就一直笑。我说导播，你是满手全部都是多方部位吗？他就一直笑着没有跟我讲哦。我相信他今天绝对是这个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赢家哦，来。阿豪在这个盘中的节目呢，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陪伴着我们所有的一个观众朋友吼，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指数在盘中即时的一个挑战。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加权指数的一个走势图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的时间刚好是早上的11点整，目前呢加权指数呢它是大涨108点，报在9242点哦。那我相信很多好朋友对于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呢，并不会感到意外，为什么呢？各位。你看到今天阿豪的一个侧标，会说阿豪，你金价准到不行嘞！哦，你为什我昨天这个明明在这个盘中的节目啦，看你的节目哇，我真的是对你的侧标非常的一个佩服，也非常的一个认同哦。来，各位，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昨天阿豪在这个盘中的节目即时解盘的一个时段当中，怎么样去跟各位讲的？来，让各位来看哈。来，我们把时间回顾到昨天的这个时段哈。来，各位。昨天的一个加权指数呢，它是不是收了一根光头光脚的一个长黑 K 棒？那阿豪在这个盘中的节目是不是跟各位报告，各位120日的一个均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半年线，它跌破没有关系，但是它不能够跌破什么9151，只要它是跌破9151的话，各位，那昨天绝对没有恶化，绝对是一根中长黑。来，让这位来看有没有准？来，各位，昨天是9月16号哈，礼拜二。昨天的一个最低点杀到哪里？9133点，各位，昨天收盘价不就是刚好是收在昨天的一个最低点吗？为什么它会跌破？因为它跌破了9151啊！这个就是阿豪在盘中的时段陪伴各位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所面对指数的一个挑战。它只要是跌破了那个点位，各位没有恶化，绝对是灌到最低点。你讲有准不？阿豪，我真正感觉你真准，而且是准到一个不行。但是问题点在于讲。那昨天它既然都已经灌下去了，很多人会在这地方去思考说：“哇，天哪、啊，那半年线绝对是失守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全力的空方的部位，全力的进场去做个布空的一个动作呢？”各位，阿豪股市蜘蛛人，我们关心我们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在昨天的一个节目当中呢，阿豪是不是跟各位报告，各位你要小心哦。接下来今天就是这个9月份的一个结算嘛，那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结算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操作的？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我相信昨天有做这个动作的，今天一开盘，你就是这个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赢家了。恭喜各位，昨天有动作的一个朋友。那你说啊，我昨天真的来不及动作，那怎么办？各位，昨天你即便说在这个盘中你来不及去做一个动作的话，别忘了阿豪还有一个节目时段是在什么时候？来，每天。下午的5点到5点半，是不是阿豪仍然有一个盘后的一个节目时段啊？在友台运通财经台的一个盘后时段，欢迎大家及时再去做一个收看哦。因为好看的多在盘后哦，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好看的，我们在这个盘中的时段，我们遵守法令的一个规定，我们不能够在盘中的时段讲。但是在盘后呢，阿豪会放送很多更加实质关心我们全国投资朋友的一些实质的一个用意哦。来，我们就以昨天的例子来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高一，昨天灌压下去，那如果说你手上有空方部位的，你要再去加空吗？还是应该要趁着昨天灌压下去到最低点的时候，你的空方应该全部做回补了，接着全力的进场去做击，做一个不多的一个动作，你可能会搞不清楚啊。高一，昨天盘后的节目，即时的一个节目，阿豪是不是真真实实的已经公开跟各位去做一个预告了？9月16号。是什么时候？昨天啊，昨天下午5点到5点半，在友台哈运通财经台，阿豪是不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清清楚楚的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来，9月空全部回补完，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空方全部回补完？各位，因为接下来10月份你要懂得去抢多抢反弹。那各位好朋友，今天有没有抢多抢反弹？加权指数到目前为止是大涨了102点，报在9235点哦。这个是什么？
准到不行啊。那你说啊，好，拍谁啊？我昨天我没有来得及收看你的节目，我今天到底在这个盘中的时候，我能不能够知道今天一定会大涨？勾引，你把纸跟笔准备好。你如果是现在你才收看到这个节目的，啊好，要教你一个方法，你绝对要把这个方法学起来，因为学起来之后，立马准到不行哦。来，各位注意来看哦，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到目前呢，仍然是上涨，大涨百点以上，报在9240点。各位，你是到现在早上11:05你才知道的吗？各位，今天一开盘你就要知道了，为什么？来，把纸笔准备好哈，赶快跟各位来做一个交流，港股的传授哈。来，各位，咱来看哦。我们把它做一个放大哈，来各位，昨天呢是礼拜二9月16号，是不是一根长黑 K 棒灌下去，灌破了我们俗称的一个半年线120日的一个均线？来各位，今天开盘价是多少？今天开盘价是开在9171点。你看啊，好，9171，但是它也没有站上半年线啊，半年线是9172呢，差一点呢。各位，它没有站上。你在9:05，你就要知道了。即便你是非常偏空的，9:05时间一到，你就要马上把所有的一个空方部位全部出掉，接着全力的多方做一个进场去做一个布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注意听，在这个地方。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哈，加权指数啊，好，是不是跟各位报告，市场上就只有两股力道，一个是下压的一个空方力道。那各位，今天是往上涨还是往下跌？当然是往上涨的一个多方力道啊，那多方力道我们要怎么去掌握它的一个成本？各位，波段移动均线，波段的低点出现在昨天的一个低点9133点。各位，那到今天为止是不是刚好第二个交易日？好，第二个交易日，那我们怎么去抓一个波段移动均线？是不是给它一个两日的波段移动均线？各位，你注意看哦，两日的波段移动均线是多少？9187，来，你把9187你把它记下来，9187来记下来，各位，9187记下来之后呢，你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的一个开盘哦，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哦，来各位，9点整的时候开盘价是9133，有没有站上？没有，9:05开价位来到多少？9196，请你告诉我，9196比较高还是9187比较高？那你在9:05的时候，你是不是手上如果还有空方部位的，全部都要出掉了？接着呢，全力的多方部位，勇敢的去做一个进场的一个动作。各位，你有需要这么忙吗？你如果有收看阿豪节目的，你在昨天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处理的。来，昨天下午5点的一个节目，在隔有台运通财经，阿豪是不是已经公开的跟各位去做一个预告了？9月份哦，我们全部的一个空方部位已经回补，重点在于这个字“完”。我们手上一个空方部位已经全部都回补了，趁着昨天压回到最低点，全部补掉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动作？来，10月今天开始，我们要去10月份抢多、抢反弹。所以各位好朋友，好康的多在收盘之后，收盘之后什么时候？下午的5点到5点半。有台运通财经台，阿豪会用即时的方式来跟各位来放送更多的一个即时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结果哈。好，那我相信啊，昨天如果说有来啊参与这个资助人团队的各位，今天一开盘你就会收到这一通非常关键的一个简讯。什么简讯？来，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哈。各位，早上8:22的时候，来资助人，我们会员手上的一个持股续报。今天开始反弹了，9合1的一个选举只剩下70多天，各位，偏多操作为上策。什么时候发给你的？8:22的时候，各位，即便你手上有全一大笔的一个空方部位，你要不要在一开盘的时候赶快出掉？接着呢，全部的一个多方部位勇敢的去做一个进场。你如果不进场的话，各位，今天大涨百点的一个行情，你该如何去做一个面对？那你说啊好，那你说你准到一个不行啊，到底是多准啊？你昨天说会收在最低啊，确实已经收在最低了，得了准啊。那昨天呢，你又说哇，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多方的部位全部开始进场去做个逢低压回早买点的，也准到一个不行了。那你说你还有什么准的？来，各位，让这位来看啊。来，早上的8:26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发了这通文字简讯？
今天盘中将有四架加码进场不多的一个部位，除了我们已经在压回的时候已经全力的进场去做一个布局的高位，今天盘中我们会在四架加码进场就不多，因为九月结算将重新办，将重演八月份的一个拉高结算行情。高伟，九月结算将会拉高。高伟，今天有没有拉高？来，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11:10，到目前为止，加权指数已经大涨刚好100点，来到了9234点的。高伟，我什么时候告诉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的？还没有开盘呢。被8:26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一通关键的简讯已经送到我们每一位会员朋友的一个手上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有没有团队在跟你讲啊？哦啊，好利金价是准到一个不行。昨天说会收在最低，今天在开盘之前你就预测今天会做一个拉高的，那你只有九月份准吗？你还有没有什么更准的？各位，不是只有九月结算准，八月份的时候啊，好是不是就已经非常清楚的跟各位做一个预告了？口说无凭，来，咱这位来看哦。来，8月19号当天，阿豪是不是在盘后的节目跟各位去做一个预告？小心哦，明天结算，明天将拉高，是不是又做了一个公开的一个预测？来，各位，8月19号的三米收窄，来，我们一起来看哦。8月19号是在这里，是不是在这一天盘后，我们就已经跟各位去做一个预告了？8月19号的隔天是什么？8月19号的隔天是8月20号，那时候是什么？八月份的一个台子期要去做一个结算啦、啊。啊，我是不是已经跟你预告了？八月必拉高结算，来，各位，咱注意来看，它有没有跳空开高，直接拉高结算？那你说啊，好，你哪家厉害啦？各位，不是只有这一天厉害，这里多，这里多，这里多，全部的趁着压回全力多，各位，结果呢，一次喷上去，全部的是不是大？获利，这个就是操作，这个才是操作。嘴巴讲的那个叫做分析，你没有实质的带领会员朋友进场去掌握机会的，都是只有空口白话。阿豪，列指数，我对你真的是没话说，因为金价是准到不行，而且你不只是用嘴巴讲的，你确确实实会发简讯，带领你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进场去做一个掌握。但是我想要知道，你是不是只有指数准到不行？你的股票有没有像指数这么样的一个精彩？各位，来，我们一起来看哈。来，加权指数在上个礼拜三9月10号这一天，刚好是跌破季线的一个日子吼。阿豪及时的跳出来关心我们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告诉你季线当天是跌破哦。但是你手上如果说你想要找到有没有那种超级黑马股的，还可以再进场去做一个布局的，你来电我就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但是阿豪也跟你讲，你如果对赚钱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你就不用来电，不用浪费你跟我的一个时间，非诚勿扰。各位，当天9月10号，阿豪送给所有观众朋友来电的是哪一档个股？3490的一个单井。各位，当天单井它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各位，那个仔细再去做一个观察哈。来，当天加权指数在9月10号它是跌破季线，接着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4天的时间，他已经压回了一个半年线了。可是呢，阿豪送给我们，公开送给我们所有的一个观众朋友，只要你有来电索取这一档单井的勾引，那哪款单井在这几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来，9月10号当天送给所有朋友的一个单井勾引，隔天礼拜四，一个圈圈画一个十字，它叫什么？它叫涨停板。各位，那这一个礼拜一咧，礼拜一一样没有漏气，一个圈圈画一个十字，它叫涨停板。各位，那昨天呢？昨天它仍然是一个圈圈画一个十字，它还是涨停板。各位，那今天呢？今天的一个单井来到了多少了？155块了。
当时阿豪送给各位的价格在哪里？121块，现在已经看到155块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你如果真的想要来赚钱的，你若真正要来赚钱，你绝对爱赚早。制作人团队，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的，台语有一句话，你爱赚早。你若要赚钱，你个爱赚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各位去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分析报告。先休息，马上回来。马大爷分解茶解油腻畅无比，爱之味马大爷分解茶新上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获得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顾德投顾。啊，每样都想吃哎，怎么办？啊，快去贵族世家，低下安全看得见。哇，丰富的美食，哇，还有现点现做的料理，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呢？约会聚餐的好地方，幸福就在这一刻。贵族世家，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顾德投顾。轻一点，轻一点，再轻一点，再轻一点。爱健青柠茶，热量少一半。爱健青柠茶，我爱的柠檬汁，亲一下的滋味，轻一点，再轻一点。爱健青柠茶。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顾德投顾。改期害虫，下面登隔热并没蚊，新鳄鱼一体电蚊香，适用各种电蚊香器。新鳄鱼一体电蚊香，鳄鱼保护您。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顾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顾德投顾。在科建学美语，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我们都在科建美语。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各位好朋友，今天是9月份合约的一个结算哦。那我相信呢、啊，到目前为止，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11:18，加权指数已经大涨107点，报在9241点了哈。那我相信各位，如果是你收看这个盘中节目的，并且你昨天有做这个动作的，结算前后怎么操作，你确确实实有拿到这个指令的，我相信今天一路大涨，结算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是这个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赢家哈，这个就是阿豪在这个节目当中去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的。各位，你来到这个市场，你若真正要赚钱，你个爱赚早。什么啊？这个意思？什么啊？这个赚早？台语有一句话在讲吼，赚钱个爱赚早。来，怎么样去赚早？制作人团队，你越早赚早这一个团队加入的，我相信你所得到的一个赚早的一个机会吼，会越来越多。来，各位。阿豪除了这个盘中的一个节目时段之外，阿豪是不是在盘后，在盘后每天的下午5点到5点半，在盘后有台运通财经台有一个盘后的节目，阿豪是不是在盘后的节目都会更加的一个详细？因为盘中确实有一些啊规定，我们不能够去做一个违反违背嘛，要去做一个遵守嘛。但是各位，
盘后的一个节目，那来看哦，今天是不是九月的一个合约结算？那八月的合约结算啊，好，在盘后的节目是不是也公开的跟各位去做个预告？预告什么？那这位来看，来，当时还在8月19号的时候啊，是不是就做了一个预告？明天即将拉高去做一个结算，结果呢？高伟有没有拉高？不只有拉高，而且必定拉高，直接用跳空的方式拉高去做一个结算。阿豪也在这里面一路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压回早买点，全面多大获利。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你在八月的时候，你如果已经加入了这个团队了，不只是八月你抓到了，那如果是今天九月的呢，你更是抓到了。怎么样去抓到？来，今天是不是九月份的合约要结算？各位，阿豪是不是在昨天盘后的节目公开去做一个预告，公开去做一个呈现？九月的一个空方部位全部回补完，重点是回补完，手上一个空方部位都不能留。为什么空方部位不能留？因为十月份接下来就是抢多抢反弹了。那如果说你已经是资助人团队的一个成员的各位，今天一开盘你就收到这一通文字简讯哈，来各位单来看哦，来。8月8:26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收到把这一段文字简讯收到了？你除了现在手上的一个多方部位之外，今天盘中我们仍然会有加码进场不多的一个部位，因为九月将会重演八月份的一个拉高结算的一个行情。为什么？各位，偏多操作为上策，因为九合一选举只剩下70多天了，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想要去做一个偏空的，各位。你可不可以这里冇不告诉？这个是什么？这个才是真的在市场上找机会，在市场上去做一个操作。那我相信很多好朋友，你除了期货的一个，你除了这个指数的一个操作之外，很多人更加的一个关心那股票的一个部分吗？股票真的也有这种准到一个不行的吗？来，我们做一个分享嘛，各位。啊，好，一直甲大家讲，你若真正要赚钱，你可爱赚炸，什么啊？做赚炸来。9月10号，上个礼拜三当天啊，市场上一面悲观，因为当时的一个加权指数，它是不是已经跌破了季线了？市场上所有的人说哇，完蛋了！各位，资助人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我们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当时啊，好，是不是说只要你来电，我就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即便加权指数它已经跌破了一个季线了，但是手上仍然有一个超级黑马股。但是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你对赚钱一点兴趣都没有的，那请你就不要来电了。我们不要浪费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可是你如果真的对赚钱非常有兴趣的，勾一，你一定要探炸，探炸什么？探炸来索取这一档黑马股啊！当时阿豪带给各位朋友的黑马股是什么？3490的一个单井，3490的一个单井什么时候送给各位的？上个礼拜三。加权指数跌破季线的时候，阿豪用实质的行动关心我们所有的一个投资朋友。只要你对赚钱非常有兴趣，只要你来电的，阿豪就把这个单井，是不是就送给你了？3490的一个单井，来，咱来看哦。当你手上拿到这个单井，这一档黑马股的时候，各位，它就真的飙出去了，真的吗？来，咱来看。隔天，一个圈圈，画一个十字，它叫做涨。停板，它是什么？它是阿豪送给你的3490的一个单井啊。这个礼拜嘞，这个礼拜来，礼拜一画一个圈圈，画一个十字，它叫涨停板。当时的价位已经飙到了136块钱了。来，各位，那昨天啊，昨天也没有让各位落亏哦。来，昨天单井仍然是画一个圈圈，画一个十字，它叫做什么？它叫做涨停板，价位已经飙到哪里了？145.5块了吼，来各位，啊，今天的一个当景呢？今天的一个当景已经让各位看到多少了？看到155块了。来，阿豪是什么时候送给各位的？9月10号，当时的一个价位在哪里？121.5，今天已经让你看到155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你若要赚钱，你个真正爱赚炸。探钱探炸，你爱探炸，你唔探唔他都探卡济。所以各位好朋友，你来到这个市场，你是在寻找什么？你是来家探钱，你唔是来家探送的哦。
如果说你真的来到这个市场，你真的想要赚钱的GOE，你必须要跟上一个扎扎实实的一个团队，确实会在盘中带领你去做正确的一个动作的。我相信在我们这个盘中的时段，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在寻找什么？寻找说哇，哪一个从业人员他能够讲得最准？GOE讲得准没有用，实际的能够带领会员朋友进场去掌握机会的，这个才是你真正想要寻找到的一个团队哦。那碍于我们这个是盘中的时段，因为现在行情还在走嘛，那我们有很多规定，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遵守。就好比说，来各位，结算前后怎么去做一个操作？你昨天有来电索取的，我相信你今天已经是这个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赢家了。但是我们在盘中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公布我们这个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你想知道的话，各位，下午的5点到5点半，在友台运通财经台阿豪会有更多好康的去做一个大放送哦。但是更重要的，请你一定要持续的锁定，因为你在这个市场上，你哪要赚钱，你得爱赚炸。制作人团队欢迎你。如果真的想要来这个市场上赚到钱的，各位探机立刻来探诈。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征服时间让我热血沸腾，在21世纪，我用跑百米的速度为客户服务，我很仔细也很勤快，把房屋资料数位化送上云端，让客户轻松就能挑选，线上就能看屋，这个标志让人充满动力，更有效率，选择科技化的团队，让你更快成交。 Century 21，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饕餮永思思，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会退休，会止疼，思思解痛加强定。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饕餮永思思，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会退休，会止疼，思思解痛加强定。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运动健康要愉快，要多吃3A鲔鱼块，有优质蛋白质和3A鱼油，轻食有保。